和芙蕖其根藕。尔雅士草用文字勾勒出莲藕的形态，而在河湖密布之地，与莲藕世代相伴的人们更领会了莲藕深藏的高洁与坚韧，也滋养出清廉的家风。京杭大运河穿溢而过，刘宝的故事在这里诞生，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在这个苏中水乡，美丽的传说世代绵延，今天仍在演绎新的篇章。这里就是江苏宝应。自1981年起，在宝应县射阳湖镇西南的汉墓里出土了大批玉器陶器。令人震惊的是，这里的汉墓数以千计，东西绵延达4.5千米，被称为9里1000吨汉墓群。现今尚存的墓葬记录着汉文化的兴盛绵延。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先属吴，后属越。到了汉代，这片土地分属东阳、平安、射阳三县。其中，射阳为邗沟古道上的交通枢纽，同时紧邻广阔的射阳湖，这里商业繁荣，人烟浮凑。西汉、东汉时期，亲人逝去后，这里的人们只有将他们埋葬在西南部的大片平地，经年累月后，便形成了9里1千吨。明清两代的宝应县志都曾记载，东汉末年出生于此地的文学家陈琳就葬在这里。陈琳，建安七子之一。东汉建安5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的前夜，陈琳撰写了一篇名为《为袁绍习豫州文》的檄文，铿锵犀利，直斥曹操。袁绍战败后，陈琳被曹操平定乱世的远略与识才惜才的广阔胸襟所感，终投入其麾下。到了隋朝，境内统一并作安宜县。得京杭大运河的交通之力，这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茂的集镇。刘世昌是宝应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的一名研究人员，这幅《天降八宝》的书画是他根据《新唐书》的记录绘制而成。这就是天赐八宝，张鲁特地用一只金盆盛装八宝，金献祭唐肃宗。公元761年，一位来自安宜县、法号真如的女尼，携以朱、印、钩、符等为造型的8件宝物面见唐肃宗，称其为上天所赐，可令盛世重现。经过这么多年，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8件宝物是什么了。公元762年，唐代宗即位，改年号为宝应，安宜县就此改名为宝应县。其后这个地名虽有更改，但宝应之名一直使用至今。皇上特地御旨，在宝应修建了规模浩大的镇庐寺，到了明朝又修建了八宝亭，
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古建筑都已经不存在了。1983年，宝应县政府重修了八宝亭，以纪念这一段美丽的传说。2011年9月，宝应县弘济河上发现了一个明代的水闸，它就是刘宝碱水闸。经专家考证，它是京杭大运河扬州段唯一一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明代里运河的水利设施。明朝初年，宝应水利建设大规模展开，至明万历13年，弘济河工程完工，刘宝碱水闸便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旱石供水、涝石泄洪的完整给排水系统，宝应的水患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治理。过去的八宝是美丽的神话传说，而一代代宝应人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抵挡住了自然灾害，换来了生活的安宁。他们不屈的斗志和对故乡的热爱，才是真正的人间至宝。宝应县的刘宝镇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然而因为一部经典的老电影，这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引起全国性轰动。电影中的歌曲《九九艳阳天》也从此成为几代人心中美好的记忆。这位耄耋老人名叫陶玉玲，她就是电影女主角二妹子的扮演者。我呢，开始是南京前线话剧团的演员，这辈子没想到拍电影，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是八一厂要拍电影《刘宝的故事》，这样呢，王平导演和这个胡杏儿老师就把我推荐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打动他，全情投入到角色塑造中。很快，陶玉玲来到苏中水乡宝应体验生活。我们在那拍戏的时候，住在老乡家里边，跟他们一起割麦子啊，跟他们一起劳动，体验生活。所以啊，一个演员要想创造好一个角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几个月下来，
陶玉玲将自己变成了二妹子。在电影中，男女主角在胜利后重逢，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革命电影中出现甜蜜的爱情。田俊英同志，就只有那个艳阳天来哟。刘宝的故事上映后，陶玉玲细腻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二妹子形象深入人心，很多女孩模仿她的剧中形象留起了大辫子，而陶玉玲也收到了无数封热心观众写来的信。观众啊，给我来信哈，就是喜欢二妹子，找对象也要找二妹子这样的。电影拍完了，陶玉玲与刘宝的情缘却一直在延续。刘宝人将二妹子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军民鱼水情谊与共同革命的精神称为二妹子精神，因此刘宝成立了二妹子民兵连。几十年来，民兵连的女民兵一代接着一代，但陶玉玲却始终担任民兵连的荣誉连长。是你们给了我荣誉，我要继续努力。现在刘宝镇建立了二妹子民兵连活动中心，女民兵们每年都要集训，擒拿格斗、医疗救护样样精通。在女民兵连战士们的努力下，刘宝镇的军属、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得到了悉心的帮扶。他们还帮助当地妇女申请就业资金，进行普法宣传，军民鱼水情谊在新的时代仍然延续如初。如今刘宝镇政府为刘宝的故事建立了一个陈列馆，还通过还原电影的拍摄场景打造红色旅游基地，大量游客慕名而来，刘宝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从1957年到现在啊，过去了将近60年了，我跟刘宝一直保持着联系。从他乡到故乡，从电影到现实，二妹子穿越了60多年的时光，今天依然如艳阳一般，用光和热照耀着刘宝，也温暖了宝应的每一寸土地。在宝应县城小石头街有一座古老的院落，它是本地世家朱家的旧宅，现在这里是朱氏家祠。清凉大地，天和日明。每年的清明节和冬至，朱家的后人都会从全国各地回到宝应祭奠他们的祖先，而凝聚着朱家后人的不仅仅是血缘，更重要的是朱家世代相传的廉洁家风。朱庆堂是朱氏家族第21代后人，用雕塑作品记录先辈是他对家风的敬仰和传承。这一次朱庆堂创作的雕塑就是朱家廉洁家风的开创者，朱家的七世祖朱约藩。
我创作我先祖朱月藩的这尊塑像，我就是想表现他清廉高洁的品格。我塑造他伫立船头这种形象，他的衣纹就像水浪一样漂流。我寓意他是两袖清风，魂归故里。朱氏祠堂馆藏着一幅清代的绘画长卷，画中这位知县叫朱世达，他是朱家的十六世祖。他在安徽霍山县当政期间，清正廉洁，创办学院，兴修水利，深受当地百姓拥戴，以至于他离任时，百姓对他难舍难离，并请人画下这幅攀援图，纪念这位廉洁的知县。而他的哥哥朱世彦不仅秉承了清廉的家风，还以为国举贤而著称。公元1838年，朱世彦出任当年的会试主考，他看到一份出色的考卷，他相信这个考生将是朝廷的栋梁之才，于是他与这位考生进行了深谈，并建议考生将名字改为国藩，望他成为护国藩篱。考生欣然接受，这位考生就是后来的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秉承着少文献之家声，秉忠良为国柱的家训，自明中期开始的400多年间，朱家登科及第者达100人以上，却无一人贪腐。2017年，扬州市委市政府将朱氏家祠立为学习单位，组织干部群众参观朱氏家祠，学习清廉的行政风尚。扬州电视台还组织拍摄制作了反腐倡廉专题片《为官15世，清廉400载》，将朱家清廉家风推广到全社会。朱氏家风深深地植根于宝应这片土地，与清香沁心的莲叶交相辉映。如今，朱氏家风正在融入当代人的工作与生活，其清廉的品质历久弥新。聚焦中国每一座县城，传承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展示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影像方志。对蒋堡村的村民来说，观看本村剧团的演出是他们茶余饭后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个剧团就是蒋堡村淮剧团，尽管它是一个民间剧团，却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在演出过程中，请你们该高的高，该低的低，特别是武打那一刀，一定要打得紧凑。倪步全是这个剧团的团长。上个世纪初，倪步全的祖父组建了淮剧社。这个箱子是我爷爷创办剧团时候的买的，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淮剧，清朝中叶起源于淮安和扬州，是以流行于田间地头的农民号子与苏北的香火戏结合而形成的民间剧种。听淮剧、看淮剧、唱淮剧，曾经是宝应人重要的业余文化生活。100多年来，蒋堡村淮剧团扎根乡土，为村民提供文化娱乐，而村民也给予剧团巨大的支持。每遇困境，民间筹集的资金总会让剧团柳暗花明。也正因此，这个民间剧团得以延续百年。在战乱和灾荒年代，倪家人依靠剧团养家糊口。如今，倪不全不再依赖剧团谋生，但他仍然带着团员们坚持排练演出。对倪不全来说，把这个民间剧团办好，是对祖辈衣钵的传承，更是对民间文化的一种责任。尽管如此，剧团仍一度面临困境，演员唱功弱，剧目离百姓的生活比较远，这些问题都曾给倪不全带来困扰。为了扶持民间文化力量，射阳湖文化站决定拨出资金对剧目进行革新。我是晴空霹雳当头阵，通过集体创作和反复打磨，文化站创作出一系列关于宝应好人的小淮剧。我们编写的淮剧小戏《宝应好人》，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真人真事，我们把它用文艺形式写出来。作为一个民间戏班，蒋堡村淮剧团坚持不懈的努力，赢得了专业剧团的尊重和扶持。在宝应家喻户晓的淮剧演员倪家凤定期来到蒋堡村，对剧团进行指导。你们一定要有阴阳分错，总次要分，要有亲和力。我从事淮剧事业30多年，面临诸多问题，如何培养年轻下一代传承淮剧，如何让更多的人群喜爱唱淮剧，喜爱听淮剧。随着表演水平的不断提高，倪不全的淮剧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经常被邀请到宝应县城中心的纵赵园为大家演唱淮剧。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把今天的戏演好，尽量使观众满意。纵赵园原是清康熙年间翰林院侍读学士乔来的私家园林，至今保有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入园观戏的古戏台。在这里演出，既是观众对剧团表演水平的认可，也是社会对传承宝应淮剧的期待。倪不全感到特别欣慰。那天父母来了，现在哪里？现在门外。好多人家分一天与你当有罪。来自田间的演员纷纷登台亮相，演唱着流传千年的故事。观众的笑脸和掌声成了他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来自民间的淮剧团在当代的文化土壤里找到了发展的根脉，古老的淮剧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在这片大地上孕育出特有的芬芳。
射阳湖中千年累积的芦根，淤泥形成的混质土壤，滋养出了最肥壮甜美的白花藕。这是制作鹅毛雪片的最好材料。鹅毛雪片是宝应特有的一种藕粉，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鹅毛雪片是人们逢年过节时犒劳自己味蕾的重要小食，它的味道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李德禄是宝应垂藕与鹅毛雪片制作工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12岁便跟着父辈们一起采藕，学习制作鹅毛雪片。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李德禄带着做鹅毛雪片的手艺到了一家国营食品厂，他和同事们做出的鹅毛雪片销路极好，有的还卖到了国外。80年代，每个做鹅毛雪片的加工厂每年都赚几十万，在那个年代是很大的一笔钱。宝应是莲藕之乡，以藕为食材的鹅毛雪片曾经是清代皇室的贡品，而宝应全藕宴同样是以藕为食材的诱人美食。全藕宴在明代已有雏形，清代中期记录淮扬菜谱的烹饪书《调鼎集》中就有对13道藕菜的记载。邵连云是全藕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记得小时候吃过一道菜蜜饯垂藕，这道菜是全藕宴中最著名的一道菜。然而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可选择的食物越来越多，鹅毛雪片、全藕宴不再是餐桌上的主角。现在宝应县政府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决定重新挖掘和本地特产河藕有关的美食，于是鹅毛雪片和全藕宴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德禄觉得推广河藕文化义不容辞。有人提出将鹅毛雪片用工业化大批量生产，但是李德禄有自己的看法。做鹅毛雪片就是慢工出细活，机械做出来的鹅毛雪片那就不是真正的鹅毛雪片。为了做出鹅毛雪片，李德禄亲自去藕田里挑选食材。我们做鹅毛雪片的藕粉是用白色河畔下面的白莲藕，因为它的品质是最好的、最上等的。食材选定后，将藕擦成藕浆，再拍打成团，削成薄片。李德禄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和手感。这些薄片在阳光下很快干透，微微卷曲，正如一片片雪白的羽毛。食用时用开水冲调均匀，清香软糯。这就是在异乡的宝应人最牵挂的味道。邵连云也着手恢复全藕宴的往日风采，他全面搜集关于藕的菜谱。经过5年的潜心钻研，邵连云将菜品融合创新，他的全藕宴终于在烹饪界的比赛中崭露头角。以前传统的全藕宴大多重油重汤，也不营养，掩饰了饵本身的味道。在这点上
我做了改变，以养生为根本，还原莲耳本身那种清雅的气质。鹅毛雪片和全藕宴是唇齿间芬芳的时代记忆，是游子的乡情，是被莲藕哺育生长的宝应人对藕最质朴的尊重。从古老的传统中焕发出的蓬勃生命力，将河藕之乡的清新韵味传递至五湖四海，寄托着割舍不断的浓浓乡情。2017年，在厦门举行的第十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一种名为乱针绣的工艺品引起很大的轰动，被迅速抢购一空，成为会场中一抹抢眼的亮色。这些乱针绣就来自于宝应的鲁垛镇。这是宝应县政府扶持年轻创业者、优化产业结构的实际之一。位于宝应东南部的鲁垛镇有着悠久的刺绣历史。改革开放以来，鲁垛人在学习苏绣技法的基础上，兼顾西洋油画的饱满色泽度和明暗对比手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鲁垛乱针绣，并将其发展成特色产业。这位生于80年代的年轻人叫傅健，他的母亲王文兄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王文兄的绣品充分体现了鲁垛镇乱针绣的风格。这些乱针绣以描摹油画和摄影照片为主，画面绚丽，针法灵活细腻。童年的傅健见证了乱针绣产业在鲁垛镇的繁荣。然而随着从业人员老龄化，时代审美品味的变迁，市场开始萎缩，鲁垛镇很多绣坊关门了。为了复兴乱针绣产业曾经的辉煌，宝应县政府开始扶持年轻创业者进行探索。为此，政府兴建了乱针绣刺绣研究基地，为年轻人提供艺术创作和产业协作上的支持。傅健就是当地政府的扶持对象之一。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傅健开始研发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绣品图样和新型技法。与母亲那一代的绣品不同，傅健的乱针绣作品以描摹、素描、水彩画为主，注重留白，色彩上也较为清新。所有这些创新都是为了让乱针绣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更加当代化。经过多年努力，他创造出了双面乱针绣、速写乱针绣，成为宝应最年轻的市级工艺大师。为了宝应绣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下去，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个人觉得市场营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承接高端的私人定制，还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面进行网络直播和销售。利用电商平台推广乱针绣，在傅健看来是销售模式的创新。现在，傅健不仅开拓出了新的市场，还解决了200多位家乡妇女的就业问题。正是得益于傅健这些年轻从业者的加入，鲁垛镇乱针绣产业逐渐复苏。在年轻创业者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鲁垛镇乱针绣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当地政府不仅着眼于传统产业的当代转型，还注重新兴科技产业所带来的机会，而这些新兴科技产业同样需要年轻创业者来推动。为了给青年创业者搭建平台，2018年，宝应县政府举办了宝应青年创新创业论坛，青年创业者在这里汇聚，交流经验，谋划未来。陈金瑶就是青年创业者中的一员。作为普通的宝应人，陈金瑶的团队正在研发计算机仿真系统与摄影技术结合的 VR 全景相机。 VR 被称为虚拟现实，是当下较为前沿的信息技术。陈金瑶团队所研发的产品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他们计划向医疗、科考领域拓展。如今，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上，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府的激励下，年轻的宝应人以开放的思维、创新的姿态投入创业的潮流。他们不忘传统，面向未来。在宝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践行，而宝应也因此增强了发展的动力，书写出当代的传奇。默默蓄积，尽芬芳于先例，不争出尘之清明，愿奉甘爽于人间。宝应，这个在战乱中曾带来无限希望的名字，让故乡儿女们用忠诚与热血、智慧与勤劳、创造和托起了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幸福之花如出水之河，盛开于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传奇与现实在这里交相辉映，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清白与坚韧，虽淡雅能致远，越千年而不衰。